我是光哥，今天啊又收获回来了，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啊。今天我们收到一个民国时候的月台啊，月台，这纯手工，纯手工雕刻的，上面有四个字，叫做笔墨，笔墨留香啊，笔墨留香。那上面是一个山水人物啊，哎，山水人物的，这是月台啊，这材质蛮好，材质挺好的，而且品相也是一个绝品的，挺好。然后呢，收到什么呢？我们收到一个鲁沙的一个花瓷啊，这是洗笔的啊，叫笔洗，其实也就水柱啊，当时用来洗毛笔的。这是至少都送的啊，至少都送的。今天的重点来了，烧到一对瓦青时候的，而且是全品相啊，全品相的一对花瓶。这个尺寸目测是达到40以上的，上面是，这是花鸟的牡丹，这是牡丹，典型的这个瓦青的一个牡丹啊风格。上面有一些瓷，这个叫啊酥油点瓷斑，铁锈斑吧，啊也叫铁锈斑。这个你看这个宝光啊，非常好啊，宝光，开个这个宝光，因为这个烤盐啊，大家可以看得到。这个是一对，这个都是相对应的，你看相对应的。啊，左边右边都是相对应的，这是一对啊，不是两只，全品的，很少见啊，很少见。烧鹅，这是烧鹅啊，哎，双烧鹅，背面的没提示啊，背面没提示。从它的这个光度和它的这个釉面啊，画工来看的话，这是一件瓦青的。然后我们看看底部啊，看看底部，底部的话有一个款叫大清光绪年制啊，其实也就印证了我们啊，这件瓷器它是瓦青的一件瓷器，它的修胎，它底部的这个釉光釉面的一个整体感觉，包括路款，路款的话也是路款比较规整的。个人觉得呢，它这个应该是那种出口瓷啊，未销瓷。虽然它的底部路款是大清光绪年制，但这个不是瓜窑啊，这是民窑，这是出口瓷啊，出口瓷也叫未销瓷。这一次、能烧到啊这样的一成对的数大粉彩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难得，非常难得。烧伤啊，非常的不容易。从这个清代到现在啊，能够保存的这么完美，非常不易啊，非常不易。而且是成对的，很不错啊，具有很高的一个烧伤价值，值得我们去烧伤传承下去。好的，感谢大家关注，我是光哥，再见。